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敢言新颖，放眼看世界，展望新中华。普京大帝亲乌变小弟，给金正恩当司机马童。细节曝光：朝俄签战略伙伴条约，普京抵北韩签战略合作协议，被指用小弟拴住老大。中国又七万散户惨遭坑杀，总裁副总裁偷偷,偷落跑，股价狂泻百分之七十三，裁员名额被抢空。 广汽本田高额赔偿登热搜。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之机。今天是六月二十号，星期四。我们已经恢复了副频道的日更，结尾会介绍今天发在副频道的视频内容。欢迎您点赞、转发和留言，传播我们这个频道，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得到真实的资讯，在乱世中自保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普京大帝亲污变小弟，给金正恩当司机马、马童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访问平壤，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。虽然抵达时间大迟到，导致两天行程压缩为一天，但两人之间的热络气氛丝毫未减。普京此次送给金正恩的礼物之一是俄制豪车 Aurisenaat，两人还轮流驾驶豪车在平壤兜风，显示亲密邦谊。普京与金正恩结束会谈并签署协议后。 跳上有俄罗斯版劳斯莱斯之称的 a r i z o n a 豪华轿车，普京亲自驾驶，载着金正恩在平壤兜风。随后，狂热汽车迷的金正恩也亲自驾驶这款豪车，载着普京返回。普京对于这款豪车不陌生，这是他在俄罗斯的总统坐车款式。今年五月，他在克里姆林宫出席总统就职大典时也搭乘这款豪车。去年九月。 普京曾在俄罗斯东部向金正恩展示过 a l w a y s s e n a t 当时金正恩显得非常满意。除了豪车，普京的行程还包括陪同金正恩参观锦绣山宾馆。金正恩送给普京的礼物包括一对白色的风山犬，这是北韩的在地犬种，平壤视其为国宝。普京也在北韩官媒发布的画面中帮忙抓着白马的缰绳，金正恩喂马吃胡萝卜，气氛融洽。 细节曝光：朝俄签战略伙伴条约，中共、伊朗、北朝鲜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近年合作日益紧密。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期间，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中共、伊朗和北朝鲜的援助。近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，其中明确规定，若一方遭受外来侵略，另一方需提供军事援助。 这意味着朝俄关系已接近互相防卫的结盟关系。北朝鲜中央通信社报道，根据条约，北朝鲜与俄罗斯同意，如果一方面临武装侵略，另一方将提供所有可用的军事援助。这两国不会与第三国签署侵犯对方利益的条约，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其领土损害对方的安全与主权。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持续两年多的背景下。 普京先后向中国和北朝鲜寻求援助。五月拜访中国后，普京于十八日前往北朝鲜，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，寻求北朝鲜的协助。金正恩与普京十九日在平壤会谈，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。该条约涵盖,盖核能、太空探索、粮食与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。韩联社指出，条约规定，如果两国之一因他国武装侵略而处于战争局势。 另一方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立即提供军事与其他援助。该条款可被视为自动军事介入。在峰会结束后，金正恩宣布北朝鲜与俄罗斯关系升级为联盟等级，但普京未明确将其定义为联盟。新条约将取代北朝鲜与俄罗斯目前的双边条约，包括2000年聚焦非军事领域合作的条约。 北朝鲜与前苏联曾在1961年签署友好互助条约，内容包括自动军事干预条款：若一方受到武装攻击，另一方可毫不迟疑地提供军事援助。普京抵北韩签战略合作协议，被指用小弟拴住老大。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莫斯科与平壤关系愈加紧密，普京不敢完全依赖中国，转向平壤寻求支援。 而精明的金正恩则将以武器支持换取俄罗斯的核武技术和粮食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共并不反对俄朝结盟，背后支持北韩和伊朗提供武器的正是中共。中俄朝伊四国正组成新的邪恶轴心国。普京与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后，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。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：“北韩和俄罗斯狼狈为奸。” 普京从北韩获取导弹和炮弹，而北韩则需要粮食和核武技术。尽管中共曾称中俄友谊无上限，但中共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普京不愿完全向北京屈服，转向北韩和伊朗寻求支持。冯崇义指出，北韩和伊朗背后可能有中共通过第三国支持，四国组成新的邪恶轴心，在军事和经济上形成联盟，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国际秩序。 法国时评人王龙蒙认为，金正恩比习近平更有头脑，不做亏本买卖。尽管俄罗斯陷入危机，但对北韩仍有利用价值。金正恩可用武器换粮食、核技术和联合国支持。支持俄罗斯的武器可能来自中国。金正恩顺水推舟，减轻其直接支持俄罗斯的国际制裁压力。中国又七万散户惨遭坑杀，总裁、副总裁偷偷,偷落跑。 股价狂泻百分之七十三，大陆上市公司再传负面消息。知名建筑装修公司洪涛集团遭指控恶意坑杀投资人，除隐瞒公司高层异动，总裁与副总裁接连离职，都未及时公布资讯，且公司营运出状况，却不断释出无法达成的好消息。股价在三个月内重挫逾百分之七十三。更令投资人愤怒的是，高层早已陆续减持股份。 散户反而在资讯不对等的状况进场。综合路媒报道，去年底洪涛的股东约五点三万名，但到了今年第一季增加至七点三六万人。这些投资人多半是想赌股价跌升反弹，公司不会退市，或是受到公司释出的虚假好消息唬骗。但从目前状况来看，一切似乎已经成泡影。洪涛集团的做法，荒腔走板道，被怀疑是恶意操作。 六月初无预警公告变更最大控股股东，但竟然是透过微信发布消息。深圳证券交易所马上要求洪涛进行说明，内容不完整，涉嫌误导消费者。股价也因此从跌停打开，标志涨停后再衰落跌停。洪涛营运状况不佳，公司却不断放话，一连串操作遭批评，公司毫无诚信，坑杀投资人。若问题无法尽快解决，下市就在不远处。 投资人也成为最惨受害者，裁员名额被抢空，广汽本田高额赔偿登热搜。由于在中国销售低迷，日系合资品牌广汽本田大规模裁员。近日，关于该公司员工抢着被裁的消息热传。六月二十日，广汽本田裁员名额被抢空的话题登上热搜榜，引发热议。广汽本田从今年五月开始征集自愿离职人员。 启动了大规模裁员，涉及多个条线。六月十八日，相关知情人士透露，首批裁员名额抢爆，目前已走了两千三百人。由于企业生产调整，广汽本田出现了欠班情况，员工工资减少，也是抢着离职的原因之一。裁员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，后续可能还会继续裁员，包括行政、人事、财务、采购等管理行政领域。知情人士表示。 工龄十年左右的员工可以获得累计赔偿金二十至四十万元不等。广汽本田的补偿方案超过了许多行业的平均水平，甚至超过特斯拉的 N 加三补偿方案。许多老员工纷纷主动报名。广汽本田这一裁员消息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许多人认为外资企业在遵守劳动法和对劳动者的尊重方面表现更好。中国经济持续下滑，内需不足，导致国产汽车产能过剩。 车企内卷严重，随着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关税，外界预计欧洲等西方国家也可能跟随美国的做法，限制进口中国新能源车。最新副频道内容是：习近平不会让彭丽媛做这件事。现代青楼直播女网红行业坑太深，打脸！习开口没要到，他把蛋糕给了韩国。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。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。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，有副频道的图标，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。在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订阅和赞助链接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，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。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励都温暖并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。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。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，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。再会。